所以我们刚刚有看这张图，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地缘关系，地缘的关系，就是我们身在台湾，你必须去了解你的周遭，你周遭国家到底是怎么样，还有你的产业的动态，产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他们之间的竞争跟合作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各位同学务必要了解。我再说，这个是日本还是最大宗的，所有技术什么都会到台湾的。那台湾跟韩国基本上还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有些题外话就这就不太方便讲，就是其实有关这个地缘政治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没关系，因为我们就好好把这个课上。在正常上课，我就会讲一些地缘政治。好，那我们这里不讲哈。OK， 然后这个是所谓的 Size Theory 的 Smile Curve， 哦，这是一个微笑曲线。哦，那微笑曲线它这里很重要，就是它的一个 Y 轴就是它的尺寸你看大中小，哦，小尺寸，它的 Value 价值。所以什么叫做 Value 呢？就是你的 Panel Price。再除上你的 panel size， 你的价钱，面板的价钱，除上你的面板的尺寸，等于说你的尺寸一寸可以卖多少钱，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价值 value， 所以可以看出这边会有一个微笑曲线，这个微笑曲线是很大的意义啊，就是，这第一个就是对一个小尺寸来讲，小尺寸的，你看这是 personal 的。你看它有个 style， 里面很强调这个 style。哦，这个手机的通讯，哦 ，mobile phone， 还有汽车的 PDA， 哦 ，DSC、EV game， 还有个 amusement， 哦，这个都是娱乐性的，哦，这些都是强调个人的，哦，你可以看出它的一个价值性的确是很高的，哦，所以可以看出这个手机的萤幕你把它做得很好的时候呢，你一支都可以卖到3万。甚至6.7寸，还有到4万多的，这个真的是很贵，它的价值性真的是很高的。那在另外一个很大型的、非常大型的，就是很，你可以说是很大尺寸的，比如说 LCD TV 啊，这个都比较旧了，这个其实 OLED TV 啊，这个比较大，你看非常大电视，75寸的、80寸，一台电视可以卖个30万、40万，所以这个它的价值性也是非常高。然后反倒是中间这个不大不小的部分，它的一个 price 它的 value 呢，就是 value 它的价值性就是原本最小的，所以你看包含这个笔电啊，其实就是 TV 啦 ，LCD TV 啦，然后 multifunction 的 monitor， 所以这些都是 value 都是比较小的，所以你可以看说呢，那这边最有价值的链是在哪里？就是两端，你要嘛你就做最小最好的，要不你就做最大，你是最高级的。那你中间不大不小的，当然是最便宜的。所以你看现在一台50寸的，甚至60寸的、50寸的电视的，都1万多块而已，这真的是便宜到不行的。所以这个50几寸卖1万多块，那个真的是很难赚的。你现在这个物价这么高，你的货币都贬值了，他还卖1万多块，那个真的是非常难，很难赚。所以你可以看说呢，在两端的是你看日本，永远都是日本，都是在两端的。然后韩国 Korea 它也是，它从中间也要继续往外扩，你看这个虚线扩得很大。其实它现在在两端也是，其实它也跟日本很接近的，都是在。两端最大跟最小，也就是说最有价值链的，那台湾也是啊，台湾反而没有韩国做得那么好。其实台湾的显示器发展后来没有一直在技术一直没有在更新的，没有在投入了，就是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 China 它现在反而也是大小通吃的，左右两端中间全部通吃的。像我们后面会讲 OLED 啊，其实 OLED 它是现在是最有价值的。基本上都是韩国跟 China 京东方了，
这两个都是做 OLED 都被市场都被它吃掉，那反而是台湾没有在做 OLED 这一块，所以这个曲线真的很重要。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在讲的微笑曲线，就是左右两端是最高的最有价值链的，那中间呢，中间是最小的，就是最没有价值的地方。所以你看任何一个产业，你要当然要选择最有价值链的，最有价值链你才有办法赚更多的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做同样的事情，你当然想要选择你的产品，啊，你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说呢，这一些就是微笑曲线啊，所以这里就是这个市场啊 ，focus 这一些啊，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啊。好，所以看一下台湾的 flat panel display industry， 对台湾的显示器的产业，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你看它有一个强项，哦 ，trends 强项，然后 has one of two most variable trend， 哦，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哦，产业链，哦，两个以上，它是刚好有两个重要的产业链的其中一个，哦，然后它的弱项。The gap of existing technology 跟你的现在技术有一个差别，尤其像这个指的其实就是 OLED 啊，是 OLED 在台湾可以算是已经完全放弃了。好，早期这个奇美友达还有在做 OLED 啊，后来就是真的做赢过这个韩国了，那现在你看大陆直接也做的都还比台湾好了，所以这个 OLED 在台湾也可以说已经真的是已经绝迹了。也就是说没有再投入资金在做发展的，好，所以它我们的显示器产业呢就跟 OLED 就没有关系，就绝缘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你看现在的 iPhone 啊，都是用的都是 OLED 的技术啊，那反正是台湾吃不到这一块市场。好，然后它的机会 opportunity 啊，这是一个很快速的啊，快速的 green market 啊，就是它是一个新的材料。Development 啊，就是你要发展点新的材料来发展，哦，它是很大的机会，也是很大的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哦，然后它威胁，哦，你看 No Price 就是对 From Korea，哦，其实这个应该，这 No Price 这应该是指的是大陆啊，Korea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是它已经远比这个，现在远比以前要好非常多了，所以它是一个新的 display technology， 有 substitute 新的技术，显示器的技术会来取代，所以你看这个很重要，它的策略很重要，你到底你要投资的策略是什么？把你的 horizontal integration 水平的整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水平整合就是包含你的技术来源，你的资金的来源，这个都要做水平整合，很重要。所以以上这个大概是有关台湾的光电显示器的平面显示器的一个产业的技术跟市场趋势。所以这个你现在你听了这三堂课，你就知道台湾平面显示器的现况到底是怎么样。刚刚我们 YouTube 那个上面看一下。刚刚那个影片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一下，这个很不错的影片。对，哦，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是触控式的面板。And based upon proximity and other rules, it knows what to display and in what format. To make this part of AVJ a reality, Corning is helping to deliver large-scale edge-to-edge displays. Corning looks to partners for operating systems and apps that seamlessly scale and transfer between tablets and larger displays. Ah, looks like we're off to school. Excellent. Let's catch it right, shall we?This is Sarah, Amy's sister. Her tablet is just like Amy's. It's her primary computing device too. Uh-oh, this looks like an issue.
This dashboard is made from forged, thin, durable glass. It feels better than plastic, and it looks better too. It's also a display, which means you can take on the appearance. Of course, in driving mode, its function is to display critical and ancillary driving information. In tomorrow's world, configurable touch dashboards will be the norm. We'll have displays everywhere, not just in the home and in the office, but in your car too.Notice how Sarah's tablet was able to inform the car display? That certainly did. Okay, so, how close are we to this? Well, it's still on now, but not at this scale and not at an affordable price. Further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is needed to get us there on a broad scale. Automotive electrochromic glass. That's possible now, and not just that. Corning can deliver window and sunroof glass solutions.That offer reductions in vehicle gross weight of up to 50 pounds or 20 kilograms. And that improves CO2 emissions, fuel consumption, and handling performance. One thing is for certain, tomorrow will be much better at harnessing energy from renewable sources. At Corning, we're striving to improve solar technology.There'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rooftops of tomorrow will not be covered in low-cost, high-efficiency, photovoltaic cells. And with improved aesthetics, today's unsightly solar panel will be tomorrow's attractive architectural feature. Imagine a school that's not just energy independent, but a school that's an energy provider. 这个学校外面都有看大型的面板，你们看今天发多少电？哇，这个好舒服耶！大家都拿这个在上课。Now, this is a classroom I would have been excited to be in. There's a display, not just at the head of the class, but on every desktop. Large scale, seamless, thin, durable glass. All of it fronting low power, small footprint operating systems that communicate and serve as displays for personal computing devices.Look at this! Had these been at school when I was a boy, you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get me out of the classroom. This is the class community activity table. And again, we see large scale, seamless design, logic enabled, durable, multi-touch glass. This may look like science fiction, but these already exist today. Perhaps not in size or in setting. But tables with interactive touch surfaces like this are being ready and deployed now.As software and touch interfaces advance, Corning expects community activity tables and interactive board displays to be featured in classrooms globally. Now let's go see what that's up to. Beautiful, isn't it? All that volume is contained in low profile, thin, resilient, touch-sensitive glass.Dan is in a video conference and the entire glass wall has become a display. Edge to edge, seamless, and touch sensitive. It's as if the remote location were now part of his room, making it easier to share and collaborate. Now that's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we work. In here, all these surfaces, all this equipment, are glass. Its pristine, non-porous, and easy cleaning qualities.Make it ideal for sterile environments, or any place where bacteria and viruses need to be contained. And with Corning's research efforts in the area of antimicrobial surface technology, we imagine a specialty glass that inhibits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s. With that, our tomorrow could be a safer place. All that data.Capture the world away, transported, then displayed here,
all in the blink of an eye. Wow. 是哦，好神奇的。Just imagine the bandwidth needed to carry the data for this projection. After that, next generation high definition glass video display, simultaneously. Yeah, a lot. Well, we're thinking about that at Corning too, which is why we're preparing our glass optical fiber product to carry the massive surge in bandwidth to the highest. That's not quite a job, isn't it?哇，马上扫一下，马上记录起来。Looks like she's on a school field trip. Spectacular, isn't it? A large-scale, durable information wall made of glass. This is dynamic interactive signage at an entirely different level.It creates a barrier where you need one. It's informative, it's interactive, it's aesthetically pleasing, it doesn't block the landscape. In fact, in this case, it enhances it. And it's made of glass. When it's not displaying information, it's transparent. Can we do this today? Not quite. Hiding all those electronics while retaining optical clarity is tricky at this scale. We'll get there though.Starting with smaller devices, a bit like what these kids have. Perfect for augmenting reality. Let's watch what goes on here. These tablets, with onboard 3D cameras, sophisticated microprocessors, and graphics subsystems, can perform quickly enough to make sense in the immediate environment and to augment it with additional local content.All wrapped up in a durable, thin glass. Perfect for education. And perfect for a bit of fun too. That was an exciting day for Amy. And here at home, her tablet drives the family room edge-to-edge wall display. Proximity-based authentication is all that's needed to establish a pairing. Now she can share all the best bits of her field trip with her family in next-gen, high-definition 3D.So here we are at the end. Right as Sarah completes her homework and prepares for bed, the glass optical fiber lighting dims, and the house settles in for the close of a day made of glass. Of course, this is not just a story about glass. It's a story about a shift in the way we will communicate and us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It's a story about ubiquitous displays, open operating systems, shared applications,cloud media storage and unlimited bandwidth. We know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be overcome before what we've just seen can become an attainable, reliable reality. But at Corning, we believe in this vision, and we're not waiting. Care to join us? Oh, this 影片真的很好看。未来的世界啊，用在这个医疗上面。这个这里有很多的影片啊，你们可以去看说未来的世界。这个下次我们再看 Future Technology， 这个也是真的是很神奇。看效率，刚刚还有半小时，看效率的，看效率的，这片真的是很棒。关于这个未来的世界。Thank you.
去实践。好，这个剩下我们下一次再看，我们先进入到LCD。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要介绍 overview of liquid crystal spread 啊，就是 LCD 啊，液晶显示器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会介绍液晶的材料啊，液晶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LCD 啊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啊。第三个呢，就是 LCD 的市场趋势。第三个是 LCD 的一个工业的趋势，第四个是它的一个市场的趋势。好，我们看一下液晶材料，就是 crystal solid。Crystal， 我们看一下晶体，好 ，crystal， liquid crystal， 就是液晶，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自然界的物质呢，大致上分这三态，所以第一态呢就是 crystal solid， 晶体的，你看每个晶体它的原子都是固定位置的，它不会乱动的。然后第二种，我们讲的 isotropic liquid 啊，就是你的是同向的液体，就是说你的液体分子啊，这个都是排列的乱七八糟的，都是轮等的，还有排乱七八糟轮等的，任一个方向，另一个结构都另一个方向看起来它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你从上下左右。参加左右前后来看，它都是轮等的，所以感觉上它都是一样的。好，你从上面看，它也是乱七八糟；从旁边、从左边看，都是乱七八糟的。好，那介于这个晶体跟液体之间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liquid crystal， 所以它有特殊的方向性，就是它有一个特殊方向性，它的方向性，它很重要，它可以移动。它具有可以动来动去，就是液体嘛。然后它有特殊的方向性，就是晶体的特性。所以你可以看出 decreasing molecular order， 你的次序性，分子的次序性越来越少。所以你看这里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左边是排的最好的。好，所以你可以看说呢，什么叫做液晶呢？所以 common materials that are liquid crystal include。所以这个是所谓脂类，还有卵磷脂 ，DNA 纤维素，还有这个 graphene 石墨，所以可以分成呢 classify into different catalog， depend on their orientation and position， 所以你可以看说，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分成你的方向性，它是方向性是一个 long range 的 order 啦。然后 position 位置是就是短位置就短的距离 short range 的 order 它排的怎么样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mesophase， 好 ，mesophase 指的是中间相，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固态跟液体之间，固体就是一种结晶，
结晶态 crystalline solid 不结晶的物体，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液体，液体就是各项同性 isotropic， 然后介于这两个之间呢，我们会把它叫做中间相。那其中左边这个是比较偏向，这个是晶体的特性，晶体的，就是稍微偏比较晶体一点点的，就是它是一个要对一个 disorder 的 crystal， 就是它也是 crystal， 但是它的秩序性比较低。Disorder crystal 的 mesophase， 所以它既然偏晶体呢，偏固体呢，它的位置就会有秩序性，位置都是会有固定的，所以它有位置，可是它的方向没有排列的很好，可能位置这样，可是会乱动，动来动去，然后晶格排列，而且它不会流动性，有晶格排列，就是跟它的秩序性有关系，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偏向这个液体的。然后 ，order fluid mesophase 比较偏向液体的，然后它是有秩序性的一个液体，所以你可以看出，只要偏向液体，液体你看它就可以流动性了，有流动性，它的位置就没有秩序，位置是没有秩序性的，所以它可是它的有这个方向，方向是有序的，就是说它不，它在这里动来动去，可是它方向是固定的，所以它。它是位置没有固定的，可是有流动性，所以这一般来讲，你看长条形的、圆盘状的，这个都偏向这个液态晶体，所以我们的液晶啊，我们指的液晶、液晶其实就是比较偏向这个液态晶体的特性，所以这个叫做 mesophase， meso 在希腊字的字眼叫做中间的、中间相，所以液晶是比较偏向右边这一种的液态晶体。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液晶。所以对一般常见的物质呢，有结晶状的固体，就是 crystal 结晶啊，就是固体的，有结晶的固体 crystalline solid， 相变为各相同性的液体，所以 isotropic liquid 同相的液体。通常是经由单一过程的相变，就是我刚刚讲的，从这边固体到液体，单一过程的相变，可是呢，有机的很多有机的物呢，结晶到各项同性一体间呢，需要经过多个步骤的相变，因此必定存在一个或多个介于结晶固体。与各项同性一体间的中间相，所以这个叫做一个 mesophase， 中间相就是 mesophase， 也就是说，你从固体到一体之间不止一个相位，有可能两个、三个或四个更多的相位，由于这些中间相的分子秩序性呢，是介乎呢结晶固体跟各项同性的一体之间，作为这些相的力学呢。光学性质跟它的对称性呢，也会介于晶体跟液体之间。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被发现的这些中间相呢，大致可以区分成两大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两大类。第一个它是比较偏向晶体的 ，disorder crystal 和 mesophase， 一般我们把它称作塑性的晶体。其分子形状通常为圆球状。所以故容易形成呢，你的分子的位置是有秩序的，可是你的方向呢是没有秩序性的相位。因其分子位置呢能保留在三维晶格当中呢，所以它便有流动性了。就是说它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它顶多它只能在位置动来动去，就好像同学你就坐在位置上，你的位置是固定，但是你可以动来动去的。所以你还是有坐好，不是？你还是有坐着，但是你会动来动去，所以你还是比较偏向晶体的特性，然后第二种呢 ，order fluid mesophase， 你看到 fluid 就液体，你只要看到液体，它就会流动了，所以这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液态晶体 ，liquid crystal， 简称液晶，由于此像呢长条形的。Lode-like 或圆盘的 disk-like 的分子所组成的，所以容易形成一分子重心位置没有秩序性，它的位置是没有，因为它一旦是它是液体，液体就会跑来跑去的，就没有流动性，
啊，可是呢，它的方向是有秩序，我朝向某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啊，这个其实就是液晶啊，它的位置是固定的，位置是动来动去，它的方向是固定的，就是它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啊，就是它的方向是有一个方向性的。称作像这个圆盘形的，哦，长条或是圆盘形这种特性，哦，所以它是可以形成一个分子重心位置没有秩序性，哦，它方向有秩序性的像，哦，所以由于此像分子重心位置不受限于晶格，哦，所以你看它是位置是没有秩序性的，所以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啊，它会跑来跑去，会跑来跑去，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些中心像的分子形状呢，是决定其物性的因素。所以在此我们仅对本课程相关的易经做进一步的介绍。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根据这个液晶，液态晶体的特性，来做介绍。所以我们进一步的介绍，isotropic and anisotropic material。好 ，isotropic 就是各项同性，然后 ANI 就是各项异性，材料，所以我们可这两个字可能各位同学都常常听过，尤其读物理化学的，你常会听到 isotropic 或是 anisotropic，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所谓的 isotropic， 其实你可以先看一下 isotropic， 到底是什么 isotropic 呢 ？isotropic 就是各项同性的。所以即使什么叫做各项同性，也就是说，它的字义就是你从四面八方来看，它都是一样的意思。比如说你从一颗球，你从球从上下左右前后来看，它还都是一个球。所以这个是各项同性的。你看一下，isotropic， 你注意看一下，physical 呢 ，and the optical property 呢。Are invented with orientation， 就是它的物理特性跟光学的特性呢，基本上是跟方向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从任何四面八方来看呢，它物理跟它的光学特性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它其实排列都是等等的，就是都是等等的排列，都每个地方都是乱七八糟的，就是论等就没有特定结构，论等就是任意方向，每个方向都是任意方向，都没有特定的一个方向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你再怎么看它还是一样，你从上下左右它还是任意一个方向，都没有特殊性质，然后另外一个呢 ，anisotropic， 它就是各项异性的，什么叫各项异性呢？所以你可以看说。这个是一晶分子，它排得非常好。你看从上面看过去，上下看过去，你看到的是长轴，这里看到长轴，然后从上面看下来呢，也是看到长轴。然后你从左右看起来，它就不再是长长一条，它就是一个细细一条。然后你看到的是刚好什么短轴。所以你从上下看起来，你是长长的一条。就好像你那个小黄瓜一条很长，你从上下来看很长，可是你从左右来看就是非常非常的细小，非常的细小，你看的是短轴，所以你看从上下看跟左右看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物理特性呢，就会跟你的方向性会有关系啊。那等一下我们下面会看到，你从上面看跟下面看一样，就是你的折射率是不一样的。一晶分子很特殊啊，非常特别。你的会有一个折射率，从长轴来看折射率呢，跟你的短轴的折射率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特性啊。所以它的光学其实不一样，光学跟长轴跟短轴的光学特性不一样，因为第一个折射率就不一样，我们看 C 除以 N，
折射率不一样，你的运动的速度也不一样。你从不同的方向去入射，你看到的折射率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物理特性也会不一样，光学特性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它的物理physical and the optical property 呢 ，LC material depends on the orientation。所以它的物性跟光学特性 of LC material 呢 depends on 跟你的方向性会有关系。所以这是各项异性的啊。好，所以液晶我们讲的液晶基本上它是属于左边这个长条形的，它的一个排列方式，排列方式跟方向排列跟它的物性跟光学会跟你的方向性会有关系，从不同方向的面向看到的光学是不一样的，它的特性光学跟物理特性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折射率。Reflection index empirical，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光学折射率，所以这个是液晶分子，你看它会朝着特殊的一个方向，大概会比较一个方向，你看它这个是朝上，大概会比较偏向一个方向，那这边有一个光轴 ，optical axis， 就是朝着上面这个叫做光轴，我们去定义呢，你可以看说呢，这个轴它的长轴部分呢，看到是 extraordinary。也就是说看到的是 NE extraordinary 就是比较异常的，你从这边看，你看到光如果这样进来，你看到是 NE， 那你如果从短轴呢，短轴是 NO是 ordinary， 所以它是这样子看，光从下面看是 NO， 从这边震荡呢看到的是 NE， 所以这两个折射率是不一样的，你看到 NO 跟 NE 呢，它的折射率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做一个 optical anisotropy， 就是或者说呢，在光学上，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bifringence， 就 NE 跟 NO 它有一个 delta N 的差，就是折射率的差，所以这是折射率的光学异向性，所以你看这个是它的液晶轴，它很特别，它的折射率是一个椭圆形的，它折射率。是一个椭圆形的，非常特别啊！我们看，所以液晶分子的非均匀相啊，所以可以看的，它的分子形状，液晶分子就是长条形的，高度几何的异向性，长条状或是圆盘形的啊，它的分子的排列次序性啊，可以看出它的次序性。然后物理的特性是非均匀性的 anisotropic 所以它的一些关于它的一个特性呢，这些介电系数啊、指导率啊、折射率啊，还有粘滞系数都是非均匀性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由于液晶分子的形状呢具有高度的几何异向性，长条状或是圆盘状，所以导致其分子的排列呢方向具有次序性，那此一各项同性的 isotropic 液体的特性呢，亦表现在呢，电性、磁性、光学及力学的各方面，所以其实这个应该写这个。这有双重否定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字写的有点长，就是其实就是各项异性啊，这边写中文字有点太长了，就是你可以写此一各项异性的异体，各项异性的异体，这样会比较简单，所以当量测其介电系数的时候呢。它的一个 dielectric constant， 以及它的磁导率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磁导率，以及它的折射率 ，reflection index， 以及它的粘滞系数 ，viscosity 呢，等时呢，相应液体分子排列方向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他们在研究液晶最喜欢量折射率，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参数，
或是磁导率啊，或是这些介电系数这些啊，只要在光学上有意向性的，这个都非常好，很好研究的标的。从不同方向来看，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研究标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好 ，liquid crystal， 现在多少时间？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只能把它讲。好，所以 liquid crystal 呢，好，它是 liquid crystal phase， 好，我们会把它叫做一个 meso phase， 好，所以 meso phase 呢 ，meso 这个字呢，它从这个法文的 Greek meso 呢 ，means in between， 好，就是 between 就是中间，介于什么什么的中间，好，这个叫 meso phase， 好，所以有所谓的，好。thermotropic 热质型的，热质型的易经，比如说呢 ，liquid crystal molecule 呢 ，which is bit temperature dependent 呢 ，liquid crystal behavior 就是这个易经的特性呢，会表现跟温度会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温度呢，你的易经的行为是不一样的，endotropic 所以你看一下，深 mesophase 它是。Reversible up upon heating and cooling， 在加热跟降温的过程呢，它是一个 reversible， 它的特性可以是倒转的，就是你把它升温是这样，然后降温它又回到它原来的状态，它是这个叫做一个 reversible 的。那另外一种叫 monotropic， 叫 mesophase， 是 upon cooling， 只有在 cooling。固定的时候才会有易经的特性，所以这个是介经，我们说发炼，没说磨炼，这个叫做一个介经，那另外一种就是，nitropic， nitropic 就是溶质型的易经，就是它的材料呢，material， in which 呢，liquid crystal property 呢 ，appear 呢，induced 呢 ，by the presence of solvent， 也就是说你这个易经你把它溶在什么里面。你放在不同的溶液，它表现的特性会不一样。好 ，with mesophase depending on solvent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temperature， 会跟你的溶解的这个浓度会有关系，以及跟你的温度会有关系，所以这个叫溶质型的易经。所以我们可以看说，你看这，nitropic phase， 你看这个是 micelle， 就是像有一个头啊，头就是一个极性啊，那个一个尾巴。你在溶解在不同浓度的时候，你看你的头可以朝外面排列，那也可以缩过来朝里面排列，这个叫 reverse micelle， 那你可以看说 molecular shape， and their effect on molecule assemble， 你的形状、分子的形状，还有它的效应，你看 rod-like mesogene， 就是棒状，你看像易经分子其实就是这种棒状比较多了，你看包含了这个 numerical 啊、symmetrical 啊、chiral 啊、chiral numerical， 这个是棒状的，那第二种是 disc-like， 叠状的 disc-like， 叠状就像一个硬币、啊、硬币一颗硬币把它叠起来，它是一个 discotic， 就是硬币型的，还有一个第三个是 band shape， 弯曲型 bend shape， 像 banana 香蕉就是一个 banana 弯曲型的，然后 bowl like 板子的形状，像你看这个面板一个板子，这个叫做 cylindric， 那还有个 pyramid， 你看像这个金字塔，所以其实易经分子它就是一种本环结构的，所以易经基本上都是一个本环结构的。这个都是一个本网，然后旁边的支链，你可以去取代或是改变啊，用不同的支链去取代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order molecular order characteristic of liquid crystal， 你的分子的次序性比如说你这个是 numerical， 你看这个就好像一根柱子排得非常整齐，排得很好，这个每个柱子都排得很好，就好像。一根甘蔗一样，甘蔗摆好，然后这个更整齐 ，symmetrical， 这个每一个甘蔗的节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一节一节排得很好，好，这个是它的形，它的结构啊，那这个右边是你的 SEM 的图啊，好，那另外还有一种所谓的层状的结构，
这个是坦柱醇一晶，它是一个层状的结构。好，你在每一这一层里面，它的都排在某一个方向，好，排得非常好，好的没法。然后下一个它又一晶分子又转一个方向，好，这个方向就固定。好，再下一个它又转一个方向，好，朝着某一个方向，然后接着又转一个方向，基本上就这样一直转转，然后再转过来，好，然后第四种它是 discotic。叠状跟很多硬币，好像很多硬币一块一块一块就把它叠起来，叠成一个柱子一个柱子很多柱子合起来，这个是叠状的，好，好，所以以上我们介绍了易经的材料，所以易经的材料其实很多种啊，就是太多种的。因为这个易经其实就是个本卵结构，以本为主，所以你要取代它旁边的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旁边的一个什么支链，你只要取代就可以，所以也可以开发很多不同的易经材料，所以易经材料其实都好几百万种，很多都可以当做一个易经材料。好，我们今天现在这一个部分就先上到这里。那我下次会继续再录制这个 LCD 的部分。你可以把它关起来。